左侧，膝盖下偏内侧偏前痛，哗哗哗哗哗，还在抽筋呢，还在抽筋呢，抽筋呢，这个是因为我刚才，在电脑上处理问题，没来得及马上过来，没来得及马上过来，它再次发出一个信息来，这个同刚才那里一样的。从上面啪呱呱呱抖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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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肺上发出强电流来肺上发强电流来像特定的人，发射了以后，然后拼命抽筋了，呱呱呱呱呱，一直抽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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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抽筋了现在抽到，全身都在抽连下肢脚趾这里都不放过后面，会让人家很多人见识这一个见识到这个，也让当事人家属之类的见识一下，是不是医院都能治然后又那些医院的专家来会诊，看能不能治是不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掌握了就可以认来是打击人家，最后把话语权拿过来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到底谁对谁错这就是一次，较量，对吧？这就是一次较量较量正在进行当中。好，知道了好，再见再见，再见。